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715页倒数第五行第六行，第五倒数第五行最后两个字开始啊，舍摩诃言论云，从这开始，尤其三种，一者是现前，名为邪定句，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这实现之前。三贤摄诸摄贤摄回向，即摄地明真定句啊，这说得很清楚，觉知安立不退为故，摄种信心名不定举，何进何退未决定故。大乘起信论同此说法跟这一样。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正定举。啊，邪定举不定举。大智度论上说的这三个阶段。啊，镇定要从摄住、摄心、摄回向、摄地，这镇定。啊，此地所说的，是圆教。啊，圆教初住菩萨。我们一般所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如果是别教呢，那就是初地啊，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的初住无定句啊，这个里面是说的这个邪定句不能信
业果报，我们从这一句话冷静地回过头来观察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自己是在不定居还是在正定居啊，在邪定居还是在正定居？为什么学佛的人甚至于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多，为什么不能往生？他不能信业果报啊，造业必定有果报啊。啊，果报两个字分开来讲，果是讲的六道，报是指在六道里面所受的苦乐，不一样啊。这一生同样的人生，业相同啊，这个业呢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业，小善，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人生是苦，报呢虽得人生，苦乐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过去所造的业因不一样，摆在面前的。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这是一桩大事啊！这段经文讲的是生正极乐，啊，生正极乐，通通都是住于正定之居啊！啊，正定是什么？对于经中所说的啊，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本经的四十八愿，愿愿都予以肯定，没有丝毫怀疑，这叫正定之居啊。对于四十八愿，有一愿怀疑，有一句怀疑，就不是正定之居了。用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就明白念佛人多，往生人少，为什么？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道啊，不难呐。第十八愿说得很好啊，这个人临命终时那一口气还没断，就在这个时候啊，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不知道有这个法门，临命终时有善知识为他开始劝他念佛求往生，他一听就相信，没有怀疑。具足信愿，一念生念，他就能往生。古时候有这个例子，
现在也有。啊，大陆上有个谢居士，他的父亲好人，行善积德。啊，谢居士自己学佛，劝他爸爸，他爸爸摇头，不相信，不肯念佛。啊，临命终时，前两个小时，主祭主两个小时，最后的一个机会，给他爸爸讲，他爸爸走的时候神识非常清楚。啊，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你能不能相信？他爸爸点头，难得了，这个时候肯点头啊。又告诉他，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也点头。好，你现在跟着我念佛。啊，他带着他爸爸念佛，他爸爸跟着他念佛，念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真的往生了。啊，谢居士的朋友多，亲朋好友，很多人送往生，亲眼看到不思议的瑞相。这什么原因？那一刹那当中，他住正定去，真相信了，没有怀疑了，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就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是最近的事情啊！啊，这些天我讲经停了，我今天问大家，我才知道将近三个星期了。啊，身体不舒服，感染一点风寒，现在慢慢恢复了。那今天我看还可以跟大家见见面，人年岁大了，体力跟年轻不一样了，啊，不能不注重身体，饮食起居不能疏忽，啊，我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相信？我知道大家牵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天讲经不会终止的，啊，这些最近这个阶段学习这部经典的时候，特别着重我们如何把它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增长我们的信愿。啊，我们要努力想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会丢失，这个很重要啊！啊，前几天齐老居士来看我。
带了一片光碟给我看。最近他们道场有一位得的癌症，肺癌4年了，苦不堪言。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发心念佛，听说他的道场很庄严，他到他的到这个道场来往生，住了40天，40天真往生。啊，这个居士姓杨，叫杨红梅，今年50岁。给我们做实验呢，做证明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92年。自在往生，杨红梅居士初学佛没多久，啊，临终给我们表演，为我们做证传，40天，啊，癌症扩散，苦不堪言，没有病痛。啊，确确实实念佛没有间断。啊，道场里面有3位法师，这40天帮他助念，啊，带着他一起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心里念，口不出声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还看到他嘴唇微微在动，这叫金刚指，说明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哦，他欲知是知，有人好像是他的家亲眷属，看到了2个字。22，这22。啊，突然现出来。他就提醒他，这22什么意思？空中现出来的。22号那一天，11点钟往生。啊，让他别人看到，一点都不差错。阿弥陀佛给我们实现的。啊，22号，他要走，佛来接他，全身柔软。盘腿打坐走的，我们看到了增长信心的，从发心求往生40天，啊，谢居士的父亲真正接受儿子的劝告，幸愿持名，就2个小时，跟48愿所讲的一模一样，为我们来做证明，第18愿是真的，一点不假。
我们生在乱世，小灾小难到处都有啊，每一天不晓得有多少次啊，人确确实实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幸运驰名的人怎么然他有安全感啊，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依然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为什么？幸运驰名，念念求往生啊，这个正确，这个人真正觉悟了，真正醒过来了啊，念念不舍，幸运驰名就是主镇定之举啊，就是随时往生极乐世界的缘分呢、这个缘分成熟了，怎么不欢喜？遇到有缘人，介绍给大家，走的时候给大家做证明。杨红梅能做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可以做到啊！为什么？你们修佛的时间比他久，听的经比他多，对这桩事情了解清楚明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还没放下啊！果然万缘放下，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经文都是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极乐世界太好了，太理想了啊！到那个地方一切苦难全没有啊，那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这个注解。实行前，实行以前是凡夫，啊，不但凡夫是邪定句，就是实行位从出现到实现也判作邪定句啊，什么原因？对于造业果报信心不坚定啊，信心坚定了就不会动摇了。那谁是见无善根呢？无上大觉果名正定句，以满足果。这说明了什么叫正定句？成佛叫正定句，往生就是成佛。
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叫真定居。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下面我再往下看。三贤即十圣，名为不定居。啊，三贤十定，为什么呢？皆为究竟故。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修佛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啊，他有怀疑，或者他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这个说的不，我前面说错了，这是别教，不是原教。啊，原教三贤就是真定居了。啊，这个地方讲的天台的别教啊，十圣名真定居啊，我在底下讲的三者，十性前名为邪定居，无落求啊，无要求辛苦。这个要求心是喜欢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心不坚固啊。那么十圣呢？三贤菩萨的十圣名真定居，以得真正故。十心三贤名不定居，未得真正故。著述不同啊，对于这个讲法呢，佛在经上也有种种不同说法，这个我们要知道。世尊讲经说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所以他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佛法要圆修圆证圆悟啊，讲求的圆字小乘以出口及其以上为真的，真的出口才算是真的，没有真的出口不算真的啊。小乘出口是学佛成就的第一个阶初阶，像念书一样，小乘是小学。有多少个班级呢？四国四相啊，出国相没有真的出国，向着出国走，没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真的出国了，真的出国以后的二国相再证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啊，相是方向的相，四果，所以它有八个阶段啊。初果相是在修，但是没有证得出果
这叫粗根，这还属于邪定局。为什么？证不到出果，那就还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证得出果，他也在六道，他在六道里只是在人天两道，他不堕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啊，修什么？修二果相。他已经证得出果了，修二果相。啊，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他在六道里还有多久？有期限，不像我们凡夫，凡夫是无期限，像坐牢一样无期徒刑，他是有期的。他要多久呢？天上人间，六次往返，他就出去了，他就超越了。啊，他决定不走三恶道。啊，这个六次怎么算呢？就是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是阿罗汉，出轮回了，超越六道轮回。啊，他决定会真的，决定不会退转，所以出果需要圣人了，小小圣人。啊，为什么他不退转？位不退，不会退落到凡夫。啊，那么四果罗汉都还有退的。他退的底线退到哪里？退到出果。啊，所以他位不退啊。啊，那么再往上修的时候，那速度就比较快了，越来越熟了嘛。啊，我们知道他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就是二果、三果、四果所修的声闻法界。声闻法界在提升，就是辟支佛圆觉法界，圆觉在往上提升，菩萨法界。啊，菩萨在向上提升，那就出了十法界了。啊，菩萨提升佛，十法界里头最高的一个界，一出叫做佛法界，他是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六即佛，称他为相似即佛。六即他是相似即，相不是真的，那个真妄怎么算法？用心不同，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不算真佛。啊，妄心用的正确，没有用错，啊，没有用偏，没有用邪，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妄心什么？阿赖耶，阿赖耶最高的相似即佛，用的最高的，最圆满的，啊，再往上去了，那就转世成智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转第六意识
转前五十，转八十乘四支，啊，大圆镜支，全转了，平等性质，转第七识，平等了，转第六意识。妙观察，妙观了第六意识，转前五十乘所作之，转八十乘四之，他到哪里去了？他不在设法界，设法界没有了，像一场梦一样，他醒过来了，啊，阿罗汉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六道是一场梦，梦中之梦，啊，第二次醒过来。是生十报庄严土，你看有个十，真实，真实的报土，也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对着十法界说的，十法界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真假怎么算？十法界是生灭法，六道轮回是生灭法。啊，一定要觉悟。我们的寿命不是一年一年算的，也不是一天一天算的。真的怎么算法呢？刹那刹那算。这个刹那，不学佛的人没有概念。学大乘的人有这个概念，佛经上说了，生灭的频率多快呢？前念灭了，后念生；后念又灭了，后念又生，一个接着一个。要知道，这个念头不是相同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去年往生了，做水实验，这是他带头搞起来的。我到日本去讲经，去开会。到他那个实验室两次，啊，今年在日本讲经，我又去了一次，他夫人接待我，啊，事业还有些朋友继续在做。江本博士告诉我，他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这很奇怪。啊，他为什么没有？我就告诉他，决定不可能有相同的。他问我为什么？我佛经上说的，正念是相同的，正念是无念，无念就是一样的了，没有差别了，只要有念。就不一样，为什么？念是妄念，妄不是真的。那佛告诉我们，这个念头速度多快呢？啊，我们今天算计算时间上用秒做单位，啊，那我们要用一秒钟。算小数点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佛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的是
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单位是兆。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了2240兆次。你怎么会知道？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的现象都是在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所以佛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又给我们说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试问问，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你能控制到吗？你能够掌握到吗？不可能。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假象啊，可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啊，当真就造业，不当真就是佛与菩萨。这个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不是十法界的菩萨，化身大士，是住在诸佛如来十宝土里面，在那里等待证无上菩提的菩萨。这样的人啊，这不是普通人的 啊我们对这个要有个概念都没有啊。讲出明显一点，诸位有个概念，现在每个人看电视，家家都有电视，电视的频率有多高？也就是一秒钟电视的画面也是前念灭后念生的动画了。这个画面呢，绝对没有两张相同。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被电影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我们再往前面去数，50年前。电视，有电视了，50年前有电视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我们在台湾居住的时代。啊，外国大概已经开始有彩色的，台湾没有，黑白电视。啊，一秒钟，360次，50次。所以你细细看，能体会到那个画面在动，轻微在动。现在100次都看不出动，50次都看的，它自己在动，那能看出来。那再前面的是，我们看动画，动画是什么？这大概是60年前的电影的底片啊，电影是动画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它在放映机里面
一秒钟放多少张？24张啊！一秒钟24张啊！我们就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啊！你看，过去这个电影，现在是用数码，数码大概是100张，现在啊。这个用这个时代是24张，这是讲他生灭的频率啊，凡是动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随佛法的修学，无论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修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要明心见性嘛，自性本定，只要定了，越定跟自信就愈接近，到哪一天真的得到圆满的大定了，如如不动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这种信息慧能大师很难得了，他那个坛经虽然不读我，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你看坛经里面说，他自己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第4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他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你的心会动会摇晃就见不到心，你的心不摇晃了不动了就见心。这是什么？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在修什么？全是修定啊。法门不止84000呢，84000是表法，表什么？表无量，表无数啊。所以通常也说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除了佛经上所说的那些之外算不算？算，统统算。你每天不是看电视吗？你不会看的，你要会看就成佛了。成佛的人怎么看法呢？你去看电视，他动我不动，电视摆在面前练功夫，你眼睛看着它，耳朵听着它，不，你的心不为它所动摇，就是你看得很清楚，智慧，听得很清楚，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看得清清楚，心怎么样？如如不动，不但不动，把你看穿了。穿的是什么？原来你是1秒钟100次的波动，每一个波动现象他都看得很清楚。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小定生小智慧，大定生大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圆满的智慧。慧能大师得什么？得圆满的智慧。啊，因为什么呢？他看到自性本定，看到自性本无动摇。无足的衣钵就穿给他了。啊，他那二十个字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呐、啊，成佛的毕业论文呐、啊。释迦牟尼佛衣钵给他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接着看这一句，讲了这么多跟这句有关系啊，那就是大乘何以彼如涅槃啊，他一定证着果位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必定如涅槃。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彼如涅槃，所以它是真正句，或者是讲呢三贤以上，或者是十地以上，或为以大觉佛果为真的啊，这是至高无上，这就是所说不同的意思啊。至于经经所谓彼土众生借助正定句者，那就讲到净土了。净土的正定句怎么讲呢？经言云：隋朝慧远法师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啊，我们在早年学过这个本子。他住的是道场，叫净严寺，后人对他尊敬，不称名，称帝，称他为净严大师啊，这是最恭敬的称呼啊，所以他的注解就称为净严疏啊，这是他说的，未分不退，说为真谛。啊，不管是在哪个位分，他不退也，这就是真定啊！啊，莫问大乘、小乘众生，生彼国者，借助真定。这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佛菩萨保佑他，保送啊，他不需要参加考试，他是阿弥陀佛保送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什么品位，最后一定成佛啊，证得妙觉果位啊，只是时间早晚，那个无所谓啊。
为什么他无量寿啊？他永远存在，他不生不灭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刹那生灭，讲刹那，那个刹那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计算出来的啊，2240兆分之1秒是在这个频率生灭的啊，这个频率我们听到了毫无概念呢，丝毫概念没有啊。如果我们要不读一些科学的近代科学家、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做的报告，那我们只有慎言量了，相信这是佛说的，佛不骗人啊。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这个现象搞明白了，科学家搞明白了，总结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这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物质从哪来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佛讲在大乘经里常常说这个，这个话我们听得多了，也会说了，但是什么？有怀疑。佛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不能相信的。啊，科学家给我们证明，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个相信，不是自己到一定的定功觉悟了，不是的，我们听科学家说的，所以我们这个相信里头还有疑在里头啊。这个疑什么叫习气？有怀疑的习气，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贪嗔痴慢断掉了，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断掉。啊，我们现在功夫是习气没断。啊，贪心没从前那么重。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能忍受了，不再计较了。啊，如果那个根断掉了，贪嗔痴的习气断掉了，那就真苦了。啊，没证到四果，至少要证到三果。越往上去，习气越淡。啊，到真正习气断的还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习气没断，辟支佛，正辟支佛果，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啊，他那时候修什么？断尘沙惑，尘沙断了，辟支佛就升一级菩萨了。啊，在菩萨里修什么？断尘沙惑的习气。
尘沙或者习气断掉了，他提升了，从菩萨提升到佛了，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那佛在是断什么呢？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掉之后，十法界没有了，他往生到一真法界。到一真法界去断什么？断无明烦恼的习气。这个不好断，没有办法断啊！只有怎样呢？别去理他，别去碰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好难呐！啊，三个阿僧祇劫是有时间性的，有量的，寿命是无量的，所以三个阿僧祇劫在他也算不了什么。啊，像我们世间啊，三年吧，三十年吧，能受得了？无量寿吗？习气断干净了，无始无明习断干净，成佛了。决定成佛啊！随着真多住真定去啊，这些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下定决心往生净土，都得真定去？如果不生净土，得不到。从佛的这些法门修，从大乘要修无量劫，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那些很多菩萨不相信，菩萨受尽了辛苦，无量劫才证的这个位置，你怎么一生就成就？你怎么给他讲他都不能信，不相信。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往昔同志，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他跟净严大师说法相同啊，并且说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生彼国者出不退故，是名真谛。说得很好，简单清楚明了啊！无论你在这一生行善造恶没关系，第十八愿讲无逆受恶，临终忏悔，信愿持名，都能往生。这还得了吗？普渡了，上面度等觉菩萨，下面度无间地狱。造作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的。你这一口气没断，你能够忏悔，
你能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接引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不退转了。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必成正觉。这正点。又景心云：啊，这都是日本的大德。若生净土，不问凡圣，定向涅槃，定去善行，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定得解脱。他老人家说了六个定了，啊，说了五个定，到极乐世界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证大般涅槃。涅槃是梵语，啊，中国人叫它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圆满证得了自性，这大般涅槃了，定趣善行，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人不但没有恶的行为，恶的念头都没有。你所接触的人、事、环境，纯净纯善，没有恶缘。纵然你阿赖耶识里头有恶的习气种子，到那里没有缘，生不出来。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到极乐世界自然没有了，生不起来了。啊，七情五欲到极乐世界也生不起来了。他那个地方没有七情五欲的境界，不能触动你的习气，啊，他那个地方一切法纯净纯善，啊，去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啊，这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就是你生到了全宇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的世界，你想到哪里就到了。啊，去干什么？去观光旅游啊！你有这个本事，想到就到啊！啊，不但诸佛的报土，你随便去逛啊！啊，诸佛的方便土，诸佛的同居土，你都能够随类化身，都能去啊，没有丝毫障碍啊！啊，到那去干什么？决定。第一个去拜佛，
拜佛供佛是修大福报，修无量的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福慧双修啊，这是十宝图化身菩萨他们的功课，没人给他定，自己定得大自在，同时自己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本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经越讲越有味道，法喜充满，越听越想听啊，不肯离开。什么时候离开？成佛就离开了，不成佛不离开。所以进入讲堂反复，离开讲堂成佛了啊！但是十方世界化身去的，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啊，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啊，化身真观用，真修福，真闻法。所以在极乐世界上的一天，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到了，可是佛法没有边际，佛法是无量的啊！天天学，学无量劫还不学不完跟十方世界是一法界，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你是多数人，这个没人能说出啊，只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有缘的，我们永远要感恩释迦牟尼佛啊！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介绍人呐、啊，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有净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发的愿？为谁发的？为我发的。发愿就是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成就我圆满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无论到哪一道。都善道，地狱去不去？去啊！去干什么？度众生呢？自己有家亲眷属啊，有冤亲债主堕在地狱，叫有缘呢、啊。有缘说，我去说，他会相信，他会听，啊，就能帮助他离开地狱。十方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轮回，所以是菩萨的身份到六道度众生，所以通通是善道啊，决定是用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六度在现在就要干了，从哪里做起？从布施做起。
布施非常重要，布施给众生结缘，他感谢你，感恩你，然后用什么？用持戒。持戒什么意思？他佩服你，他赞叹你啊，然后再就忍辱，忍辱是什么？消业障啊，长菩提啊，啊，众生不能忍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菩萨忍给他看，做个样子给他看。啊，他最佩服，啊，他也最尊重的人，这就是通通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用什么度众生？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般若是讲经教学，就是49年。在讲经教学之后，前面那个很重要，那要身行研究。啊，你看怎么开悟的？从定中开悟。啊，定从哪里来的？定从能忍来的，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不计较，心就定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随缘，随他去吧，不要计较，别人欢喜什么我这有拉去。得大自在啊。啊，细心观察了佛教的我们，他做到做了很好的样子给我们看。啊，没有前面前五度不能教化众生。现在社会动乱，原因在哪里？六波罗蜜没有了。现在佛弟子也搞斗争，而且斗争坚固，能布施就没有斗争了，不能布施，不能持戒，不能忍辱，所以他在正法不能精进，邪道上挺精进。啊，布施非常重要。布施度什么？度悭贪。啊，悭是吝啬、小气，不肯帮助别人。啊，持戒是度恶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持戒。啊，忍辱，成功失败关键在忍辱。
多愚痴啊！啊，这个往下精进读懈怠，禅定读散乱，般若读愚痴。贪嗔痴三毒烦恼不能不断，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三善根里面最烈猛烈的是嗔恚，布施啊，不是，忍辱就是度，这种也不好啊。为什么？嗔恨地狱道，贪心魔鬼道，愚痴畜生道。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行布施不堕恶鬼，修忍辱不堕地狱，有智慧，不愚痴，不堕畜生。所以他一定心身心研究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定得解脱。这个字念解，念去身，当动词用，解化解了，解开了，脱是脱离了，脱离六道轮回，解开见思烦恼。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见惑。再加上贪、嗔、痴、慢、怀疑，五种四火，这个十种六道轮回的根，这十种烦恼断了，阿罗汉断了，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就没有。我们不能不知道，佛说法把缘由根本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真看破了就放下，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才能起入境界，光看破没放下不行啊，你还停留在那里一定要放下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定不能丢失佛号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阿弥陀佛在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统统放下，
为什么假的？那个东西麻烦，是累赘，你要不放下，它障碍你往生。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原因在此地，没放下世间名闻利养，没放下妻子儿女亲情，没放下，还有一些怨恨啊恩怨没放下，这都是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的原因。所以经中难得，太殊胜了。阿弥陀佛知道这些人放不下，用个什么方法？嘿，那边极乐世界你所想的全有，样样都有，比你这边殊胜太多了。你看寿命是无量寿，享受永远用不尽的，一切法随念而生，想要就现前，不要了就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没有麻烦的，这个世界多好啊！让我们起这个念头，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赶快去，赶快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位大德啊！渴望着，希望早一天能跟他见面，这就对了。所以极乐世界唯有正定聚，而无余二也。没有不定的，也没有邪定的。啊，慧疏通知。啊，这都是慧疏，也是日本法师的注解。啊，他们古大德学习无量寿经比我们多。啊，中国修净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日本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当年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的，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非常受敬仰。啊，日本净土宗的这个道场都供奉着善导大师的塑像。啊，他们都认为善导大师是日本净宗第一代。啊，他们的祖师从第二代算起，第一代善导大师。啊，天台宗也是，日本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是这个智者大师，啊，供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中国净土这个天台道场没有供智者大师，他们都供。啊，在日本人可爱之处，真杰呢，宗善导义，啊，真杰也是日本的法师，啊，他解释。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接着说，是摩诃言论所谓正定句，是从佛果到十地三贤见明正定句。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地方所讲的十地三贤是天台别教所说的，
啊，为什么别教？三贤十弟都是真弟子。我们看下面所说的净土正典句也然，净土讲极乐世界，或现实地别教的，或现三贤原教的，其体彼之灭度啊，他们在那里修学，将来一定得灭度啊，灭度是什么？灭度就是涅槃。所以，但是以涅槃界，以涅槃界的视线差别啊，这也就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也是因人而异，也是说种种不同的法门。啊，你是原教根基，你听到的是原教的说法；你是别教的根性，听到的是别教说法；你是小乘根性的，你听到的是阿罗汉的小乘法；你是原教根性，那你听的是原大乘法。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他什么话都说了，他说圆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到那个地方都听得懂，都受利益，啊，都天天都在提升。我们在这里能体会到啊，啊，所以那个地方开悟快啊。提升快啊，天天提升，所以天天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论语》把这一句摆在第一条，跟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一个鼻孔出气。啊，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讲什么？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圣贤教育啊，头一句你听懂了，你就会很喜欢，想学。不想走了，摄受力又这么大了啊！为什么我想离苦得乐？那有人给我说离苦得乐的方法，他有，我很难离开吗？啊，真给我们讲离苦得乐。圣人、贤人不是凡人的啊！我们今天很不幸的，把这些圣贤人都看作凡人，没有人相信呢，他们是圣贤，麻烦可大了。我学佛学了60年，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才来的，
啊，早年我在求学的时候，我有这个怀疑。我问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到中国来教化众生来实现的？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从理上讲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他没有暴露他的身份，我是什么佛再来的，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没暴露身份。啊，可是这个六十多年的学习，越来越肯定了，越来越信心，不但对古圣先贤有信心，而且对世间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族群里面的圣贤、大圣大贤，是一不是二啊，全是佛陀化身菩萨化身再来的。啊，可惜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育丢掉了，那就是尊贤敬圣，中国古来五千年来有历史记载，中国人对圣人敬重、尊重心圣贤啊，圣贤的话不敢不相信，圣贤的话不敢反驳，不懂也要接受。为什么？我们境界不一样，他站在高处，我们站在低处，他看得比我们远，看得比我们清楚，我们听他的就对了。啊，现在人们现在自己独大，世界上不是圣人最大，不是佛最大，不是天最大，不是祖宗最大，是我最大，麻烦了。我认为是对的就对的，我认为是错就是错的，造成今天社会动乱。古人有一段话说得好，在四书里头，大学里头有一段，好像他把现在的世界都看清楚了。啊，这都是古人的预言了。古之与民，民德与天下者，明明的是什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要帮助这些众生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追究其原因呢？啊，这一句话用佛法来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佛出现的时候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从哪里做起呢？得先知其果。这就是一个示范点了。中国古人讲经思，经是大的意思，大都会，思是老师，示范就是这个城市是我们所有城市的模范榜样，要跟他学。给我们启示，今天我们要救助世界，怎么办？赶紧搞一个示范的都市，让大家来看看的，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让天下太平。天下安定，社会安定，要从这里要有发大心的，这一句就用发菩提心的，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从哪里读起？烦恼无尽誓愿断，从自己断烦恼开始。断了烦恼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然后就成佛道，佛道无上誓愿成，成了佛了你才能做得到，才能普度众生。普度众生的方法，大学也是佛菩萨实现，叫我们要做个示范点啊，要先知其果。那个时候知果就是一个城市，城市国家。那么你想把国治好，先齐其家，你要搞一个家的榜样。这一个地区，这个城市，所有的家都向你学习啊，你要先齐家。要想家做好的时候，先修其身。你看，最后自己一个人正，天下就正；一个人走歪了，天下就歪了；一个人邪了，天下就邪了。这哪个人？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啊，这自己什么？学习圣贤传统文化的人。从自己做起啊，修身。我想修身，从哪做起？身是物质，它从哪来的？它从念头来的。所以要修身呢，先要修心。啊，修心，先要修真心。啊，真心从哪里来？从诚意，诚意什么意思？诚，中庸说理论，一不中庸就说这一个字，诚。简单的跟你讲，不自欺，你能做到不欺骗自己，这就是诚。所以从这做起。啊，那怎么样才叫能诚意呢？诚意要支持，你觉悟了，明白了，不自欺了。怎么样能明悟？能够觉悟，放下，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所以最后总结一句：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时皆以修身为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现在社会？难呐。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从什么地方入门呢？从见祖宗入门呢。所以我们提倡一年三次祭祖。我们从尊重圣贤入门。圣贤东西哪有糟粕？现在你看多少人，圣贤东西可以学，学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还有糟粕，那不就完了？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疑惑断掉，要断疑生心，把真诚心找出来，恭敬心找出来，你才能够接受圣贤教化。这很难啊，不走老祖宗的路，老祖宗的路没有新旧。为什么？他超越时空，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永恒，那就是自信的性德，是每个人自信里都有，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完全证得，你证得了，跟一切诸佛菩萨平等，都融入常寂光。常寂光是什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信呐，《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本善里头第一德就是孝，就是敬，孝亲尊师。今天这个社会根出了问题，孝不见了，敬不见了。一个人对于父母不知道孝顺，对老师不知道尊重，就没法子了。圣贤典籍留下来了，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为什么？你去念它，把意思全解错了。你所看重的那叫精华，你所不懂的就都是叫糟粕。真正精华变成糟粕，没有糟粕，你里头把它造成许制造许多糟粕。这是我们眼前遇到的困境，这个困境怎么化解？只有一个办法，求阿弥陀佛。我们要学海贤，要学杨红梅，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能丢失。我们的心证，我们的意尘，心证意尘，我们就生修了。我们尊重圣贤，尊重典籍，这里面
肯定他是净化，他没有造本。这是对于大圣大贤的态度，他留下我们经，中国古籍分四分，经史子集，啊，只要被古圣先贤称之为经的，那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留下来的教诲。啊，我们肯定他，他没有造谱。我们不懂的地方去研究，去学习，学习当中慢慢会领悟到。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说他是造谱，你有没有念一千遍？没有念一千遍，不够资格讲话。念了一千遍还不开悟，再念一千遍。还没有才开悟，再念一千遍，念到开悟为止。那真能念到开悟，真的，为什么？心清净就开悟，是用念佛的这个手段修定、修清净心。只要清净心现前，就开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真解之说，深显经义，这都古人悟道的。佛法是圆的，圆满，它没有缺陷的。啊，所以底下说，盖为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故借助于正定句。至于示现、示地三贤，其体比如涅槃。当相啊，就是发生了。故于借习助于正定之句这一句之下，紧接着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生之人，介入正定之居，决定成佛，即显弥陀大愿，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一段里头的其味无穷。啊，尤其是我们把它。回过头来用他们的这个理论来看现今社会，你就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他怎么是造谱的。啊，我过去讲华严，我把华严里面境界完全融入我们现实社会来讨论，其味无穷啊！啊，今天我们学就学到此地，啊，这一次学习深入，真的是有深度，不是完全从文字表面，是我们心里体会。感受的啊，这个东西有用处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好，谢谢大家。